原来在这边哦，我还在表演的啦。好了，因为其实我们都已经大师了，那你不要讲太多话。那就是带来这首《迷途》，那希望你们喜欢。大师，毕竟两个人大三。好，我们带来《迷途》，希望你们喜欢。从故事的开头，与你这头。